太冷了我在车上开窗呢，还且得等一会儿才热。那下个车上，哎呀，蹭个暖气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举的他妈的多费劲啊！这，那刚刚拍出来有层次啊。别什么层次的，月龙他那个都不用了，我感觉他是出 5万的是吧？对，他已经不用了。它有一个这个手动微调。啊，手动微调。对，你要是侧边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去调，可以拉伸拉。哦。你可以随便调，你就装到我这个角度。哦，那它也可以。那就是这个投影仪可以随便装在任何一个部位，是吧？他这个多少钱啊？加这个幕布，3000块钱吧，下来。3000块钱，哎，那还，对，挺好的。你是买之前这个尺寸量过的是吧？啊，你肯定要买幕布，你要先量你的能放多。嗯，这个大小我应该是能放的。对，因为它上面还有那个边儿嘛。嗯，确实挺好，也挺清晰的。像这种阴天还开着窗户呢，特别特别清楚，哇，特别特别清楚。要不现在下单买一个吧，直接顺丰寄过来应该快的吧，或者京东上买更快。先我要量一下上面这个宽度是多宽，因为我要买那个投影仪的话，我要量一下尺寸。像其实买个投影仪也好，我不用每次打开电视了，这样翻个电视的话，其实每天要铺上面的床还是挺烦的。量一下，这边是一，到这边是40，这不太好量啊，我得找地方固定一下。我去，边有一米四宽，没问题，一米四，最宽的话可以到一米四这边。那看一下这边下来吧，我这里长的话90一米，宽的话幕布可以选择一米四宽，这样子我去看一下有没有，这样子长应该是长到这边就行，也不用太下面吧，差不多一米这样子就够，一米就到这边，这样的话不会挡住，可以，宽最多买一米四的。我去京东上面看看，恰饭了，冷啊，出门就冷地受不了。哎，啥声音啊，在飞无人机啊。无人机在拍岩石吗？啊，一种要好吃的。啊！别！就太冷了。一会儿左脚还……这个汤也不行吗？右脚可咋整？不行，所有肉汤都不行。这汤肯定泡着倍儿香。这个这香不香？不错，好香。就是这个味儿。还有饭，这饭应该是。咋的了？到时候犯病了。我犯啥病？不是那个脂肪肝吗？对，脂肪肝也少吃这个。对，是快要脂肪肝，这不还没吗？哪个吃了脂肪肝？一字之差很多，好吧？受不了。月龙，你看这个痛风的都还在吃呢，我这个快要脂肪肝的有啥关系？好很多的呀，这个不吃都还浪费了，这怎么办？浪费就是极大的犯罪啊！我少泡点，
为啥要泡呢？对，肉汤放里，想拌就拌呀，想拌就拌，好走，对，拌都敞亮，是还有，哎。美味。哥，你那个幕布是几寸的吗？我的。嗯。你那个几寸的？90寸应该是。啊，你这个90寸，这么大，你能装下来？应该才50寸。你是啊，那就是50寸，对，50寸。90寸都可以挂外边了。90寸都90寸都2米多了吧？对。50寸，你量宽度与宽度为准。我那个宽度是1.4米。嗯。我可以装1.4米电视的，你就和他说宽度1.4米的，然后看电视的话要抬，要抬那个东西啥呀，抬着好麻烦。你买的啥投影？我没买，我下午在量尺寸，量好了我都不知道我投影装的。嘟嘟嘟嘟嘟，没纸了，刚才车里面看电视嗑瓜子嗑半天，最后忍住了，再嗑下去嗑完了，这一包都给我。开个柴暖，等等洗个，刷个牙，洗个脸，换一包纸，纸快用完了，只剩下3包了。哎，这边有。这边的挂什么？我的中国心，长江黄山，黄山黄河，我的心中一片旗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怎么感觉都得出两。其实这里这个位置装一个投影真的还不错，哎，但是还是到下一个注册地再买吧。这里买了，我主要是没有地方装那个投影仪的位置，我投影仪该装哪？装这里不对呀，装这里。装这里，弄个支架出来，弄个那种摇臂放这里，也不行呀。想想能装哪呀？装这里，装这里可以不？装这里，有点尴尬，有点难装。或者装这里，螺丝打进去，装这里。但是装这里的话会挡住这个柜子，哎呦，裂开。装下面点也不行。所以我现在考虑的是我这个投影装哪。